哎呀，一上台呀，先跟您道歉，俩人的节目就上了我一人，我那搭档金飞呀，严重的精神内耗，这不最近又接了个戏吗？呵，这导演快给他逼疯了，我都上台了，朋友们，他还在后边那瞎琢磨呢。金飞，金飞，啊，你快出来呀！没想好呢，出来。那我出来了啊，快点。行，哎，过年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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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过年好。拜年呢？哎，过年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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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嗯，怎么个意思？嗯，改群口了。谁告诉你群口了？这人真是的。啊？这回呀，我们俩给您说点相声。谁们俩呀？咱们俩呀。咱们是俩吗？是俩呀。你自己玩吧啊。这不是，你别走啊，本来我就没想好呢，你一走我更不知道怎么演了。关键是啊，您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演了。这怎么了？这都是谁呀？这都不是外人哦，都是我想法。那啊，都是你想法啊。你过来吧。啊，怎么的？我说，嗯，怎么意思？你有这么多想法呢？你这话说的，哦，我想法比这多啊，后台演员不够用了。那嗨，你呀，这怎么老蹦啊？哎，你别蹦了，你别蹦了，你老蹦什么呀？我这个想法比较跳跃。你吓我一跳。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想法啊。啊。瞧着倒挺喜庆，那是。您过来吧。您是。哎呀，你这个想法很消极啊。嗯嗯。哦，您上这边消极来。嗯。好家伙，这表情。哼。你怎么想的？不能说。嘿。为什么不能说？我这个想法。嗯。有点歪呀。你都长歪了你。哎，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？一闪而过的想法，就是个小念头。你还有小念头呢？不是很成熟啊。哎呀，行了，后边这几个想法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要再介绍了。怎么的？很精彩了啊！你过来吧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兄弟，你，哎呦，不是什么事儿？你想这么多呀？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有个导演找咱拍戏吗？啊，我知道。我一想，这是机会呀。啊，咱进入影视圈了。对呀。但是前两天还啊，导演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，发了什么？问我在吗？哎呀，这想法还挺活跃，这有什么可琢磨的？这你不得琢磨琢磨吗？啊，关键导演发的是文字哦，不是语音，您听不出来什么语气呀？俩字儿能有什么语气？多了啊，比方说在吗？在吗？在吗？呀，在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告诉你啊，啊，我最讨厌你这个想法了。他不尊重我，他，你让大伙儿说，就这信息怎么回？你说，呵，你就回在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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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？你知道导演什么事儿，你就回在，对，那你就回不在，然后你让大伙儿听着，你说这是人话吗？嗯，有回不在的吗？不在也等于在呀，在不在也不能回不在呀。你说回在还是回不在呀？不知道，哼。反正我不在，还你不在啊？你不在，我不在，谁还会在？啊、你不在，我不在，你谁还会在？他有病吧？说我的时候可齐了。
那你就等会儿再回吧。等会儿再回啊？那可不行啊。怎么呢？万一有好事儿，这不就耽误了吗？有道理。有、哎、能有什么好事儿、啊、也是哈。那个嗯，我瞎说啊、哦、瞎说。哎，他瞎说。嗯，导演给你发债吗？啊，他不是要问你在不在，这是明白人，他是要看自己手机、嗯、有没有网。哎，呕什么呀、啊、你还呕呢？他这不就是瞎说吗？你回不回了？回呀回呀，导演信息能不回吗？哎，我拿着手机来刚要回呀、啊、坏了。怎么他又把这俩字儿啊撤回了？哎呀行了，哎，这一回可怎么办呢？哎呀呀呀呀！哎，行了，不至于啊，人家导演都撤回了，那就说明没事了。能没事了吗？我觉得事儿更大了啊！哎呦，这导演好好的撤回什么呢？嗯，关键导演知不知道我已经看见了呢？那导演是希望我看见还是不希望我看见呢、嗯、但是撤回俩字我肯定是看得见呢。那撤回我是回我是不回呀、啊、那个、嗯、兄弟啊、嗯、要不你先别琢磨了。怎么呢？咱们先玩会儿老鹰抓小鸡儿得了。我玩那干什么呢？我这都什么队形啊？这不琢磨什么事儿呢吗？这不、哎、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哎啊，要我说呀啊，肯定是好事。是吗？不可能。哎呦我认为他要给你加戏。是吗？但是他给撤回了。还要给你涨片酬。但是他给撤回了。还要让你当主演。但是他给撤回了。撤回了，他想干什么他都撤回了。啊，这个想法好强势啊！你说能是什么事儿呢？我觉得他不想用你了啊！但是他给撤回了，吓死我了！行了，嗯、哎呀，哦，这瞎说的又出来了、嗯！哎呀妈呀，哎呦，我瞎说啊，瞎说，他又瞎说、哎。嗯，咱们主演的位置是不是空缺很长时间了？对呀，嗯、导演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特着急？着急呀、啊！他一着急，嗯，会不会自己当这个主演？哦，然后把导演的位置，嗯，让给你。谁？嗯，你有点瞎说了吧？废话，导演疯了，还让给你，俩人还挺美，还对着弄这个，嗯，我还弄不响，你瞧见没？你这，呀。小念头，又一个小念头，要不然我回一个，实在不行就回一个。对，回一个好啊。怎么呢？显咱积极主动，导演一高兴重用你。有道理。嫌你、哦、嫌你怎么的？人都撤回了，就是不想让你看见，你还死乞白赖问、啊、导演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我不用你了，有意思吗？没意思。实在不行就不回。不能回。不回好、啊、哎，怎么呢？显咱懂事、嗯、导演一高兴重用你。嫌你嫌你，人都撤回了你都不知道问一下、啊、明天导演问你、嗯、昨儿给你发消息你看见了吗、啊、我看见了，看见都不知道回。哈哈，我不用你了。实在不行啊，实在不行就别干了。什么不干了好啊？啊，咱主动跟导演说我不干了，导演一高兴重用你。嫌你嫌你，人大伙都干，就你不干了。明天你跟导演说，导演我主动不干了。导演说就你还想不干了，哈哈，哎，正好不用你了。不是，得，嘿嘿，哈哈哈，有你在我就踏实多了。嗯，说你是怎么想的？这回玩完喽。哎，玩完你美什么呀？不是，几位，哎，你哪去？站着，出来，出来，瞎说两句，瞎说两句，瞎说。这个时候你还敢信他呢？此时此刻，嗯，我跟所有的朋友们，都想听你瞎说两句。我也想听。
我瞎说。啊啊，你这小脖子啊，小脖子啊，瞎说。瞎说啊。嗯，这个时候吧，啊，我就别瞎说了。哎呀，我可就指着你了。啊，那我就不能瞎说了。哎呦，我出个主意。太好了，咱给导演发债吗？啊，咱也撤回。嗯，然后呢？看他怎么回。你这什么主意呀？你这是？哎，他这主意还行哎。哎呦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您说导演也是，您有事你直接说事儿呗。您发什么在吗？你，哎呀，小念头，小念头，哎呦，站住，别跑了，过来。你可过来过去好几趟了，说你是怎么想的？我想不通。刘谦的魔术是怎么变的？就这节骨眼还琢磨这个呢，好神奇呀！什么神奇呀？兄弟，我是真佩服你。怎么呢？导演发俩字儿在吗？你愣能想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来，控制不住啊，这脑子！我告诉你，知道赖谁吗？赖谁呀？就怨你这帮想法！我告诉你，没他们，你不至于这样。不是，下去干什么？不让你演，走！走！不行！哎呀，你别走！你别走！不行！不行！你我撒开！撒开！撒开！你那么消极，你还挺粘人，你还？你给我过来，干什么？瞎琢磨。你要真想知道导演找你什么事儿，你直接打电话呀。打电话合适吗？别废话，现在打。那我问问。打，问问就问。打一个。打。哎，导演，您发债吗？什么事儿啊？哦，帮您带杯咖啡呀。不是，那您撤回是？哦，别人买完了。哎嗨。哦，群发的，买完就撤回了。哎呀，好嘛，您发一债嘛，又撤回了，我没多想，没多想，我是那多想的人吗？我那还没多想呢。行，有事您说话啊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哼，这事儿闹的，买杯咖啡，群发的，该，琢磨呀，瞎琢磨呀。知道吗？人家就带杯咖啡，还是群发的，群发的，哎，群发的，为什么没给我发呀？哎，这话好事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行了，导演，你群发你都不给我发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这回可怎么办呢？他也这样。谢谢。